南投市水墨出场所是一本统治时代所保留下来的办公厅，为着要挂画这个历史建筑，创造南投市的观光特色，文化局决定要用 ROT 的方式，希望将伊打造做餐饮结合着文化创意以及展览演出的艺文景点。目前已经开放招商，文化局嘛欢迎有兴趣的厂商会当伫咧7月12日进前来完成投标。在日本统治时代所建设的南投市税务出场所，不但充满着时代的特色，也是保留相当完整的历史建筑。因此，南投县文化局希望透过 ROT 的方式，将伊打造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新古典。南投税务出张所，因为它是一个历史建筑，那建筑物本身就是美轮美奂，而且有它的时代性跟它的社会性。好，那我们希望说透过 ROT 的这个方式，让有心要经营文化事业的一些商家能够进来。那但是在这个建筑体里头，其实它是有无限可能的哈。我们希望打造，比如说像台中市的公园眼科，或者是道和六义。那另外还有，比如说像台北的这个纪州庵文学馆，哈，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ROT 的案例。在这个空间内底，因的规划是邀请在地文化创意产业提供工艺 DIY 的空间，展示有南投特色工艺品，或者是结合有地方文化特色餐厅业者，提供游客一个会当享用创意料理的所在。最后，嘛要有一个表演的舞台，吸引游客停留在这个景点。能够引进的，这大概是餐饮、文创或者文化展演啊这些类别的一个活动。那估计未来呢，为这个县政府增加这个权利金跟租金的这个收益。那一方面就是让这个历史建筑也不会是处于闲置的一个状况，让更多的民众能够来这边观赏这个美丽的一个历史建筑。税务出张所的 ROT 案目前已经开放招标，南投县政府文化局欢迎有兴趣的厂商，会当在7月12日进前完成投标，期待透过公司部门合作，做会带动地方的产业发展，创造就业的机会。记者陈信昌报道。